那是因为美丽家园跟 Luxury Villa， 王玉生的工作室早就到啊。维云哦，应该对我尊重，跟我讲一声多谢。高组长，你今嘛讲林经理，多谢你哦，替我红色赚大钱。讲一遍我听看麦。一切照公司的流程走，我对去家己良心。No， 我想要听的不是这句。你真是真正真没落，想要到你是这款人，倒一款人，做人小三，刚只有我一个。那是要讲公私不分，啊李东宇嘞，为着钱，爬去安迪护照的名称顶，你啥都唔讲啊？东宇跟你无共款啊！拄只迄个是替东宇拍的，今嘛一个是替我家己拍的。林美妍，我发现你甲玉生做伙的时阵，我够代念咱是姊妹啊，够想要给你机会，我甲你口讲，甲你暗示，我够甲你讲。因为小木减掉老计较的，你早就唔知影，把咱的姊妹情带去倒位啊！莫讲遐尔好听，什么姊妹啊，什么闺蜜，拢是假！咱的姊妹情都是你家己破坏的。我讲两阵讲，大家发现以后，你会回头，结果你真的是无救啊！你是在创啥？把会议室当作什么所在啊？尤其是你林经理，若不是我出现，这把弹出去还能受伤，是出大代志的。盛发集团若是因为这去警察局上新闻，你敢会当负责？我做是的。恁到底是安怎？伫会议室冤家呢？恁拢是做主管的人，应该搁较注意家己的行为。我要去秋香遐无闲，我先出去。喂，你干啥？我报代志啦。阮无应该伫会议室冤家，是阮唔对。安迪副总，是嘞。冬雨，你无秋香就好。看起来安迪副总真关心你，嘛对你真好。恁敢有啥物好消息啦？我答应夫人要做安迪背后查甫人这件代志，若是洪小春知影，伊一定就生气。办公室恋情公开本来就较麻烦啊，加加上。安迪的身份，今麦当拜托你卖讲出去，我无希望公司的人伫遐乌白传。安迪副总，你若是会当好好保护冬雨，我相信别人袂乌白讲啦。我，最近代志就是较侪嘛，啊，若是会当公司甲叔叔分开，安尼较好啦。本来玉生因为上野集团的设计案。要重新跟我扛做伙啊！结果去予大家掠包，阮两个人的代志，伊随着揪去啊！真正有够可恶的。那是玉生因为因爸妈的压力，无要跟我联络是变怎？那现在继续落去，玉生真有可能就不爱插我啊！
爸。生理期还没来，我哪知道是这款小查某，我嘛不可能跟伊做伙啊！我只么跟他听到伊的名哦，我就会惊啊，那有可能去找伊？要找啥？刚是要找我？啊！我上班就唔要看位陈俊英这样又袂见笑的查某，你搁敢来？啊好。你上好趁我还袂动手之前，赶紧走！你怕？我爸到内底，有恁娘家不知孝顺外久的金孙。妈，你莫相信伊啦，伊为着要跟我做伙，什么白贼话拢讲会出来。你看。这是我拄则去妇产科做个检查，我即马怀孕七周。七周？是啊，唔知影是去温泉饭店的迄个，还是伫你办公室的迄个，还是？黄医生，你偷食钱啊！唔去嘴，我过去是给你报喜，报喜！好啊，搞报喜送啥去啊？你们起码有心啊！我是要怎甲伟云交代？你个干蛋，你怕啊！宝宝没当无爸爸，别个怕。医生，你干完了，你若受伤，我会真艰苦的。唔敢当，就是做出歹事情的代志，谁能有这个报应啊？黄妈，这哪是报应？这是天公伯要给咱的礼物嘞，这不是礼物，这是天花。明，我拜托你，我是真正想要回去维园身躯边的，我无想要跟维园离婚，我无想要爱这个囡仔。黄玉生，你哪会当讲这么凶的话？进前维园落体的时阵，你唔知有偌伤心。我即摆要甲你把囡仔生倒转来，啊！你有啥物唔好？我一个查某囡仔未结婚就有生，搁要实现你黄家有后代的愿望，所以我才无去把囡仔摕掉。我只是比高维云较慢熟悉你，啊！不过伫个工课上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，我你变做国际的设计师，搁会当替领导生囡仔。我是倒位错高维云啊！煞煞去啊！我即马马上就去病院，把囡仔摕掉。囡仔嘛是食性命，你让阮想看卖要安怎做才好啦。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，到如果你无爱跟我做伙，我就把囡仔摕掉，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我等你的电话。从来拢唔捌想过，咱四月草就安尼拆破面啊！趁这个机会，讲出我有玉生囡仔的代志，让维云退出，玉生就是我的。因为哦，我因为你生理期来又生巴豆无生快，所以才无钱。那你讲有需要卫生棉，还是止疼药？拢唔免，因为这个物件我今嘛拢用袂着啊。因为着上好。啊啊啊！
食番巴豆？嗯，你才食番巴豆。看起来你根本就无需要关心。我是无需要你的关心，因为我需要的是玉生。你莫讲演啊啦！你若想要拍，想要骂，就又在你。你安尼假哦，我就是要吐的。你拄只已经吐。玉生今仔日会外遇，跟你做伙。林刚，伊嘛会去偷食其他的查某。我看到北京也是有，莫想讲会当用爱去改变一个人，安尼只会去伤害到你家己。受伤的人是你，红色让人抢走的嘛是你，你这的话是讲你家己听的呀？规工就伫遐讲这大道理，到时阵你若是知影巴肚内底有玉生的囡仔，我看你敢会参照今麦讲的这么嚣张？